你没吃完饭吧？那些东西我吃不了。你昨天不是说要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对了，我做了粥，老板先进来吧。老板，你随便坐，我去拿粥。 青菜虾仁粥，我熬了一晚上才熬好的，现在温度应该刚刚好。少油少盐，没放辣。虾是剥好的，没壳。闻起来还不错。怎么样？ 不吃啊！你这里做的都不对啊。 我在烦恼什么啊？我看一眼就知道你又卡住了。你简直就是上天派来帮助的。老板聪明，我只是想踏踏实实的喝碗粥。这样好看多了。 城市发展，每个人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再加上环境污染，这样的星空真的很久都没看过了。所以要珍惜当下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是啊，人能仰望就是幸福。 许愿，我没有愿望。那你的名额借给我喽。这个也能借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奶奶、姑姑以及我的所有朋友、同事身体健康，健康第一嘛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公司财源广进，我会涨工资。
这句话你是在跟我说吧？第三个愿望就不能告诉你了。你不说我也猜得到，你现在肯定在心里说我的坏话呢。没有啊，老板。最好是。 一些，你再见。